大家好，我是 Ian， 我是 Krista Coffee 门市部的协理。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Marco Mix 厨下型的热水机。Mix 是一台很好的热水机，很适合用来冲煮茶与咖啡，因为它可以设定三种不同的水量以及水温。那我们今天会冲泡三种不同的茶饮。那红茶我们设定的温度为94度，设定在第一颗按键。花草茶设定的温度为90度，设定在第二颗按键。最后的绿茶设定的85度，在第三颗按键。那接下来帮你示范冲泡绿茶。接下来我们来设定厨下型的热水机的水量以及水温。你需要针对厨下型热水机的三个按键做长按，我们就会进入到水温以及水量的设定画面。这时候你可以利用上下键做你想要的数值调整。你会发现每一栏的小黑点可以跟台面上的龙头的图示做对应，这样就可以清楚的知道每个参数是属于哪个按键。就是这么的简单，从一台热水机就能取用三种不同的水温以及水量来冲泡精品咖啡以及精品茶，只要使用 Mix 就能轻松的完成。谢谢您的收看。